定有吧。叫什么？没有声音。开始了。有吗？嗯。来看一下。烧鹅三公鸡，来碰两下，碰好你抓住哦，好，抓好，拿布滚一滚，你们。东抓西抓抓不到，东西变多了。水壶也拿走了、啊，我水壶放我弟那边。因为我又放，怎么又是这个？因为我又放了，什么？放了各种东西，所以没办法一次抓到。哦，两块，两块，凉爽。就更少了，好吧，到最后等于把它抹光了。这里好像没那么夸张了，我不知道哎，那个夸不夸张是取决于我们冒汗的程度，然后我们这里又是滑过的地方哎，而且这里的雪道我印象一路回来几乎都没有需要用力的地方，所以我现在是打算我到山顶，我不用。我是打算我到山顶不戴帽子，不戴帽子，然后只把中层拉链拉起来。拜托，就头会着凉，就算你中层不拉拉链，我觉得帽子也要戴。哦，那就对，你搞错重点了。我的头里面为什么有很奇怪的感觉呀、啊？这个感觉吗？会有这么塑胶的感觉吗？什么塑胶的感觉？就是那个让它变紧的那一条，感觉会这么明显。因为我们这个帽子其实都蛮大的，所以会前后乱翘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Again。上次你说我屁股都是在上面，哦吼，头顶了一下，一下，
最后我只要带雪镜就好了。嗯，那边好漂亮哦。那就是我们拍照的地方啊。还是缆车。为什么那里有个缆车？我们拍照在更上面那边一点。什么意思？等我们滑到那就知道了。我们每次都会停在那里拍照的、啊。夕阳，那里可以拍到夕阳的。那就是伊兹赖，很多房子的。对呀、啊，也可以拍到对面。嘿，行。这样有弄好吗？太高吗？还是太高吗？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的眼镜？你的帽子太内侧，你先把帽子推到后面去。你的这个帽子。你全都在雪镜里面。没有啊，头没有啊。有啦。头没有啊，头真的没有啊。没有，从下面下面，你雪镜海绵里面有照到你的帽子。有吗？没有了吗？我觉得没有啊。好。然后还没戴脖围，要戴脖围，还要再把帽子脱掉。嗯，我觉得第一次先不用。这样可以。看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再拉一下衣服，里面积了很多汗。3:15的缆车。还滑，只能滑两个小时吗？没有啊，你还可以坐下面的缆车。那个吸管的那个椅子缆车，那到几点？4点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先来看一下了。不是、啊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我想要滑回来，我不想要坐车回来。没有啊，吸管的那个缆车上去之后可以滑回南管，那个高度是可以的，再来三个柱子就到了。那边，发拍一张吗？下去就可以拍了。下去不是下去，在山的后面。我现在坐后面的山，这样。嗯，他说这里有 free wifi， 在缆车有 free wifi， 是这样吗？记者之前试的时候啊、哦，不是很灵光。好，可以。好。都拉好了吗？西武集团。你说啥？西武。西武。好了。哦，好。有本吗？嗯、还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的背包。要扣起来。拉链。右边那个缆车出口，这里总共只有3个缆车。4点，好，那就是我坐的那个。隔壁啦，有2个缆车。隔壁那个出来的地方，还没热身呢。吐一吐。
是啊、哦，你是说真的还是？好了，我跟你啾啾 non stop， 你自己高，所以你什么时候停都可以。松松的，没有，这不是新鞋啊。你有要停下来拍照吗？拍啊！你要拍哪边？其实这些树冰也蛮厉害的、啊，很厚呢。我往上拍。下面还有啦，下面有梅树挡住的。嗯？下面一点点可以拍到整个对面。这里往下拍啊！因为我刚是想拍亮亮的蓝天的那一边哦，嗯，那边等一下还有机会，到两点都有吧？你看那边太阳开一个洞，搞不好等一下都飘过来了。等会都会变太阳。应该是不会，这里就是这样啊，今天天气就是这样啊。哦，随便拍了两张。嗯，然后明天又说更晴一点。走了啊？你要拍哦？没有啊，好走。
要一直加速哦，一直加，一直加，一直加。这里就是另外一个可以拍的点了、啊。这里，下面一点就好了，你要下面一点吗？棒棒。对啊，还是看得到太阳。大概两三点差不多。等一下下去走左边，然后再切左边，回南馆。是啊，
个椅子上来的地方。对啊，如果要滑到四点的话，可以坐这个缆车。嗯，还在习惯中。想说让我调一下我的护膝。哦，你是说护膝哦？有这种滑滑滑滑滑。啊，那就直接滑去缆车喽。好，怎么着？这边往左边走这条路就是。哦。接着一直直直滑。好了。你看我爸滑得很快吧，我膝盖痛。我的脚也有一点。走啊！这里的 view 啊，哦，好。
他刚刚讲什么时候听到声音？我听不懂。我觉得一滑，肌肉疲劳又回来了，又累了，又累了。我脚底酸了，脚底酸了。最近他加你？对啊，但是我不认识他。你跟我吃伟牙的时候跟他同桌啊？谁啊？这要按是不是？没差，随便你。他还在日本吗？他不在吧？他在台湾吧？那就加了，就是属于什么都看不到的那一批。哎，是有是老婆小孩那个吗？是吧？哦，那个我，那你要讲那个我就知道了。那这个可以加，好、哦，是那个、哦，那个我认得了。然后也会在我们那边碰到他带老婆小孩了，对不对？欸、奇怪，我在想，你到底讲的是 Eric 还是 John？
舅舅，他该不会也要加你吧？没有，只是他加按了我的我 po 的照片。啊？那你 po 的是公开的吗？有你。哦。所以可能是你的朋友看得到。他今天早上按要加好友，所以我就让他加。感觉我不认识他，他不会按我吧？他就是同桌把那个包走的人。好，你再形容我就知道。问大家都要吃，然后就被他好像就是他。那你同事加了我，然后我的照片他看得到，可以哈？日本照片可以啊，没差吧？我的耳朵好痛。为什么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层卡到了，然后我的耳朵后面没有太阳的。所以我刚刚说我照片就赶快照，不然我觉得随时就变了，不是待会还看得到一样就恐怖。山里面。我以为你是要重带什么的，没有，你只是觉得怪怪的，懒得，还够你，还够你弄的。因为有时候我是站着穿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不好。就是说，他有时候不见得是那个位置不对。但是我也觉得是有的，他会痛，就是会痛，不会因为我穿的他就不痛。嗯哼。是不会到的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狂的风，没风，没风差很多。没风，没雪。有雪啊？没有飘雪啊？就是飘很小。有吗？有啊，一滴滴啊，一次飘一点，就是那种超小毛毛雨的那种感觉。你要不要？我们要不要滑去东边看看？去坐东边的广州啦。时间够哈。哇，刚那个岔路往还是山底要往东？这里的话要走过去那边，那就是那个缆车站。那边回来的话可以用滑。这里这边，你后面那条路这样。我不知道那条路过不过去。我知道中间有路可以切走。还是再滑一次左边，再热身一次。左边很熟了，哈、啊。这里滑那么多次了，一条路下来都很悠闲的一条路啊。看我方式在后。嗯，再滑一次。
中间有个联络道可以滑过去，就是刚有个岔路，但是那个岔路比较平一点。也要去东吗？去东的话就是山那个岔路，到山脚行山，一路往右撸就撸过去了。对，你说十就要过去了吗？我们先滑，再滑原来这条路，再热身一次，然后看清楚山那个岔路，但是不用滑过去。还是要过去，好啊，那就是顺便过去山那边。没有，那边过去我们之前滑过啊，还 OK 啊。我们没有推的印象，就是过得去。你先啊，我跟你。啊，要不要切山？啊？要不要切山？要啊。不用啊，
在下面，这边的左边。这里，冲啊，冲啊！哪边啊？应该是这边吧。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没有啊，你用不着跟过来啊，我是有了速度才往上撇的。哦，我就说我要帮你拍一张照。哦，好啊，那是要怎么拍？直照好了，来，横的直的都来一下。嗯，一、二、三，结板要完整啊、哦，连接舞才完整。一、二、三，然后直的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你看看，要这样多好啊！不用看了。你看，我是要你帮我拍出这样，你到时候拍的不是这样，我就不满意了。我看，直的话要后面那个山也要有。嗯。好，横的。好。好。你要现在拍吗？废话，我就是要拍这个景峰，是现在什么时候？你在问废话吗？我就要问一下了。手套拿掉也不会冷。冷。不会冷啊，你、欸、看没有风没、欸，冷度差很多。这样吗？嗯。这样站姿会很丑吗？还好。好。哎、欸，点五要横的吗？点五横的跟直的，横的0.5跟0.1的，跟一的呀。横的话好像没有0.5拍不到山，但是0.5好像又太大。
0.1 0.5 0.5好小。嗯，所以我刚后来走近一点了。对，太小了，你站太远。你前面往右偏一下就会拿到速度了，接着一直往前滑就好了。往右滑一下，不要往上爬，往右滑。你板子放直的啊，你现在一直在刹车哎、欸。加速加速，直板啊！是啊，东莞是最高级的、啊。对啊，最贵的。最贵？最新吗？应该是最新。记起来，想去他上课。越飘越大。先不要去奥林匹克，然后滑下来，哎，左边那个
小缆车是不是没开？没开耶。那个小缆车没开，那中间不是有个松雪黑吗？就是一堆长得像地瓜的草蹭出来的那个凹进去的一个地方，有一堆松雪的地方。你要去蹭松雪，很耗体力耶。那我宁愿去奥林匹克一下就好了。嗯，奥林匹克也是松雪啊。是吗？是啊。我们等一下路过的时候看一下上面。因为最近都没有零度以上，所以那些雪就是一直被原地刮刮刮，所以是松的，就是不会变成一块一块的那种。雪变大了，热，走太难，转变的，是，你走，我没有发热，我超热吗？这一块，这一块感觉没有很多雪，是不至于是冰面，但是没有很多雪，没有很松啊。这是一个黑，黑哦，这是一个黑。啊、那边吗？雪没有很多就不要去了。你怎么知道雪有很多？看那些人滑起来的感觉啊，应该被刮光了吧。好了，先顺下一次这边，沿着红线滑就好了。我们之前录影也是在这边的红线录啊。我真的不记得了。还隔了365天，你就忘记了？他就差没有结成团，他出来都打啊！他如果他就差没有结成这样一团。因为风没有很大，树冰的话是风要大，然后又一直下雪。风大滑吹掉了吗？应该说，风大，然后它树枝撑得住，我觉得他们这个好像也都撑不太住，就会断一就加。他们最多就是上面那一坨。对，他们也没有办法耐很重，应该是。雪大，然后急冻，然后它就变冰雹了。刚那个上面过来是走路过来，太累了。走得过来啊，滑的。依照我们二次谷的标准，那边走过来算是轻松的了。但是也不想走，这里能不要走就不要走。嗯。这一块怎么好像有人偷滑？太夸张了，在左边，奥林匹克在左边，诶，看不到雪道，中间被都被人铲过了。为求安全起见，现在先滑红线。看这些人下来。那你没有觉得我刚滑得很慌张吗？没有啊，你有很慌张吗？有。感觉这些缆车比较短吗？还是比较快？
段吗？好像他都他的那个拉上去才拉。因为这个的高度没有差很多。对啊，他那个测试只是拉一千吗？他拉的也蛮多的呢，不过距离好像没那么长。那要拍照那个吗？我后面啊。对啊。有的话。应该有吧。这里那里有。上次是在这里。不知道它是雪板的还是？哦。是一边放了一种，还是一边放 logo 一边放？那就表示去年有，今年没有啊。啊，是只有这两个缆车哦。我们是不就是在这两个缆车拍吗？其中一个一定是在这边拍的、啊。那边一大堆人是这样。那是地图的牌子，不是拍照的牌子。人呢？我公民不是代言人哦。有两个洞还是三个洞？看到了。三个洞，那我要在这中间。对啊，其他两个洞没人就好了。顺便看一下奥智赫。理论上也可以跑去滑奥智赫，只是到了下面就只能坐巴士回来了。回不来哦。因为我们不是前三件啊。对啊，所以不能坐他的缆车。插不住吧？你就放在地上不就好了？我要连我的雪板一起插。哦，是哦。怎么练？不用吧。不会太急吗？不会，刚刚好。好的。有洗雪板吗？有拍啊，你看啊。除了雪板跟那个以外，也不知道是谁。我不用了啦。好。因为我没有擦雪板。偷瞄一下，一边雪板一边 ski 啊，两个都是啊。没有，他有一个是他弯一边，我怎么记得是这样？我忘了，不过我记，一直滑下去，你小心啊。
雾雾的，应该都算轻松吧。一直靠左边，我们先走红线吧。我们上次也是怀疑于那条牌子。原来是这样，就是这样走吧，走了。啊！你说这里？没有觉得啊，没有到硬的程度，比较不松。好，就是都被人滑过的雪。对啊，但是也不到硬的程度。太累太累，用了很用力的滑法。就是滑这里比较紧张啊，因为这里比较不熟啊，滑得很用力。怎么一格一格？灯卡，你刚刚是怎么了？哎呦喂呀！我说一格一格那个。你说那个是什么房子哦？那是东莞吗？我不知道哎。缆车是从那里来的吗？是，那里有一格上来的。如果缆车从那里来，应该。不知道哎、欸。就变这样了，
要，嗯，啊，不用拉，我自己有动力啊。恐怖，你手大概张开一点点，然后脚合并一点，好，差不多就这种感觉。快不能平衡了，就自己弄一弄。直走啊。我记得上次滑这里非常的松。又窄又松又陡，就这样下了啊？你要先吗？都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下了。等一下滑回去哦，滑去中间那一个，第二拱出来。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讲什么 ？Giant 啊。你说 Giant 比较难还是？比较什么？宽。哎，为什么大排队啊？因为大家就两个人，所以。我站在这里休息一下，顺便那个没有要排啊。先等一下呢。为什么？
喝个水啊，要吗？你要喝水吗？不要。喝水其实可以在缆车上。因为他们站的密度也都很近啊。哎呀，一下一下。走了，他把我擦了。进进进进，他就是要来插的。往这里就是想要插进来。这里多的是速度，一插到前面就是前面。这里缆车站真的看多了。前面变凉了。对啊，刚问我就凉了。
点，但是有在拍。几点可以什么？三点还是四点吧？
不是跳跳啊，就是雪啊，就只是雪啊，这里没有压的啊。好像就只是这样一阶又一阶而已，就下了。也还好呢。这边才开始变陡吗？啊？小。都在练小转。咻！哎，我还以为他练得正好嘞，为什么突然间？他怎么了？就到了。对啊。我先下啊。哦，好。是吗？你要下你就下。还是你想先下？哦，你可以下下下下。就是假小转假跳跳，但是就是熟悉那个韵律，下面有一点点小凹凹。你说有凸起来是不是？对啊。谁要先？都可以啊。因为我看着我下。我大概看你过了两个弯吧，你就下得很远了、啊。太危险。
你在休息哦？你在休息吗？啊、哦，好。那就顺便按摩一下。你哦，好。好。嘿咻。嗯，嘿呀、啊。是吗？嘿呀、啊。哦，刚这样一下好热哦。好的。啊？你先，我先。我先好了，看一下。应该路是一样的、啊。好像也没别的路了。你先好了。最后我又会超过这边第三高速 lift 没开啊，
翻了，你过来。现在消掉了，回去吧。不过幸好他也没有讲话，我也不想讲话。不要讲话，就不讲话就好了。可以坐那边下面的缆车啊，如果要一路滑到四点的话。但是还是坐缆车最快啊，先滑到南馆好了。3:15最后一班。如果我们都是 non stop 的话，我记得我们一趟是15分钟还是20分钟？啊？我以为是5分钟哎。那是下去，你还要上来的时间啊。你先走啦，你走啦。先去南馆好了。对。
以啊。只有这里有刷子吗？阿福塔 B1 哦，下午5点开始开。
怎么几下就除雾了？可恶的家伙！那个时候，窗户只开了一边，所以换气不是很充分。我不想做任何让别人讲要死、讲一句话的事情。但是你在那边拉你的口罩也很不好。没有，我是吹气啊。哪有你一口在那一直拉？我拉了吹气啊，要降温啊，没有办法。拉到下巴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。对啊，所以我最后还是把帽子解掉了。对、啊。所以我刚刚就说啊，我放弃。那我就这样放，我就放椅子上，谁叫别人屁股放上去？啊，帽子松掉一下，啊，松开那个。哦，上面也是开的。会不会很冰啊？应该一定是吧。哦，我不能喝冰水耶，那我喊久一点再吞。撕掉了，飘啊飘，就是又出太阳，又在下雪，明天也会这样，也会下雪又大晴天吗？好像雪不会那么多，但是你看，你看这个很漂亮，你看一下，很漂亮。又可以拍一拍，这样拍一拍之后赶得上3:15吗？嗯，万一赶不上，就 check in 吧。其实没有要一直滑啦，只是说哦4小时。对啊。但是都还没去过西野，去一下西野。最近回得来哦。就是只要那个 lift 有4点以前都回得来了，但是大概也花了2趟而已了，有可能花多少？我这样好了吗？重点是那一大片，很大一片，
不过那边也是男生，所以这边飘走又有那个了。南管的西就只有那一个缆车而已吗？啊？西就只有那一个缆车而已。对。双河山就总共三个缆车而已。双河山总共好像才五个还六个而已，然后它两个 lift 没开。是偷懒吗？不知道，昨天有开，今天没开。不知道今天的变少了。哦。昨天好像都有开。啊，看偷懒。那等于是每一管各开一个缆车，让你有东西可以上去。对啊，人家二四五没人怀都有开啊。没有啊，他也有好几条没开啊。我觉得那个什么，那个我们常休息的那个后面那个，那个算是人家少的。嗯。去搭缆车太困难了，然后走路。嗯，雪不大的时候应该还算好滑过去。希望这次可以看到小动物。上次得到兔子一只。这里没看到什么脚印啊，整天都是这种超小的飘。今天的预报说是小雪，太阳还在，亮晶晶呢。坐好回去，可以吗？啊？还是你要拍照？先坐上来再说好了。现在几分了？就是要赶路啊。
先下再说。看你在那边盯住啊，最后盯下来了，你最后就盯下来了，好好笑。你刚的 pose 看得出来，我马上就拉远距离，我觉得你好像快了。直走啊，直走吗？欸，不对，左边。左边啊。等一下，第一拱多少？直走，右边直走。右边直走。对啊，右边直走才是南关。你说什么？一开始我觉得还好，还不错啊。快怀疑。后来看你那个 pose， 回去看就知道了。你在那边手在那边歪歪歪。笑屁呀！但是你就跟回去啊。Thank you.
都累了吧？多冷！吓死了！那时候为什么会吓？跳！重心太后面了吗？跳跳了！哦，跳跳！而且冲太快了！哦，会吓到！冲太快，然后身体往后缩，然后重心就有点跑掉，就吓到了！啊啊啊！对，冲太快。这样有啊，连续的话就等于是一直在做深蹲的那种感觉，肌肉就会很酸。连续从上面滑下来，就像是一直在做深蹲，差不多，就会一直上，在用力。好的。然后滑那边。没有，不一定要滑哪边。这一次的目的是拍一拍。啊，如果拍一拍觉得啊可以去 check in 就回来，如果拍一拍还想滑才滑那边，不过我自己是还好啦。没有，我就觉得今天第一天就把它逛完啦、啊、让我回忆一下。回忆一下，好啊。对啊，竟然忘记了。忘记了。上一路滑下来有印象吗？自己要再换。对啊，没有喷喷，没有喷喷的话，唯一的方法就是鞋子一开始就拿到那个沙发区最热的地方，让它变成水，然后把它甩掉，甩甩甩，擦干。嗯，只能这样。哪有最热的地方？室内就是热的地方啊，室外就是冷的地方。室外的话就不会干，对，室外的话就不会掉。那我的鞋子要先回家，我再换一箱子，你去。好、哦，没差。是错觉吗？我现在觉得脚趾上面冰冰的。啊，我安全帽也要先回家。你的整副就换你拿去那边，我要拖回家。哦，好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雪具就没办法了。哦。会不会就生锈啊？不会。自己觉得我在手套里也在发热、啊。赶路啊，你是这样赶路？赶路要用体力的。是啊，赶你发。明天就要发。今天看多吹，他可能他明天表酸。你自己那个枪拿出来打。会啊会啊，我觉得大概集中大小腿没有感觉。小腿你也会伤吗？不知道。你小腿有伤过吗？有啊。前两三天在那边从厕所要下来，都很小腿后面都很痛。哦，痛。很痛，痛。厕所？厕所不是比较高吗？下一格这样。哦，通常下一格应该是大腿上面在酸。没有，是后小后腿，怎么会？后小腿肌很酸。嗯。现在是知道这边肌要开始。天气其实很难得。26号回家，然后4号再来。这种天气其实很难得。这样。有出太阳，但是太阳的强度没办法让雪化掉。嗯。然后温度又低，然后又飘着小雪。因为通常下午的话，不是都会比较有冰面吗？嗯。但现在温度低到下午没有冰面啊。然后它又降一点点小雪，它会铺在上面。让声音变小又稳一点点，所以等于是从上午滑到下午的雪质都差不多好。但是以之前的话，在白马上午跟下午的雪质明显都不一样，上午好滑，下午不好滑。最大，而且会被大刮。还有人造馒头，不过馒头现在想想已经算好事了，就是哪里好？我是说。
不是冰馒头的馒头就还算好了。雪馒头。对啊，那那种冰馒头很有化过又结起来又硬的那种，受不了。现在看怎么看，这上面没几个人。现在大家都差不多了。还不错。我想吃个炒面或酱汁烧肉就可以。啊，这是很他们标准的菜吧？炒乌龙。我就是在想，他们到底会有什么菜式？中午那个价钱也只是装给你，其实不就跟那个差不多吗？可能只是王子的大厨煮出来的，还是怎样？你猪肉咖喱比较划算。猪肉咖喱还不错啊。肉算多的。你都留给我。没有，我分一半吃。那个你看一人才两块鸡肉哎，很少。其他都是皮。你用肉的量。但他不挖红萝卜很好吃，他就会很好吃，汤有点咸的，很好喝。我喝了很多啊。对呀、啊，少儿山比较没不好玩，是它没有什么山顶餐厅。啊？什么山顶餐厅？我们平常去不都有山顶餐厅吗？哦，它这个山顶到山顶距离那么近，就一路就滑下来。通常有山顶什么餐厅的，它都是山腰还有什么的，距离比较长。而且我还可以比说，今年跟去年你的 non stop 的秒数，我可以做 side by side。那会不会去年滑比较好，今年又变胆小了？去年好像不怕死一样往前冲，冲超快的。我记得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冲很快、啊。还是去年是因为，不对啊，我们志贺是先来才去白马，应该说那是前年咯。是去年。现在是年初。但我们跟赖美华一起去白马是前一年啊。去年。对，就是去年嘛。然后今年年初来这。应该说也是。每次都是年初啊。应该说前年去了白马。是不是？然后去年来了志贺跟白马，对啊，那就是前年的白马养得的八方学得的勇气，所以在去年的志贺就很勇敢的冲啦，但是今年又会怕。但是我现在至少还是敢往下。我已经没有以前那个很怕的时候，一转弯就要摔死，就要摔倒了那种样子。又出来了，太阳微微的，就这一轮来小拍拍拍吧，拿树当背景。现在就没什么人上来了。我们在拍些照的话，后面就没有人了，就只有我们自己往下滑。
其实树上都有景啊，先拍这个背景啊，而且要不要躺一下啊？不过这里的雪应该没那么松吧，那这里当背景不错吧，是不是有点高？还是后面，后面这边？你说拿这边当背景吗？太远了。还是我由这里往远远拍，站这里就好了，是吗？右边有个摩托车，还是靠边一点，试试看这有多松。没有很松。还好了，不能躺。不能躺啊。躺不进，躺不多深啊。躺不了。你的背包。帮我拍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是你背包的印子。帮我拍。好的。你要我手机是不是？好啊。现在才有啊，但是我就是看到他们啊，我刚刚一开始都好的，没有怎么办？我挡得住他们吗？挡得住啊。啊，等我换边啊，不要倒。好，好，好，可以吗？看看啊。好了。1、2、3。你转动，我要对一下才能打去的。哦，好。我还没好，你先动。1、2、3。好。但这个动作没有很好看。我看，因为头太低了嘛。要有动感的话，头要很高，要全身直的。好，好像有一股力量的样子。那这样往后拍呢？也很好啊，要加上第一拱多拉吗？那往前面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站着就可以了，要吗？你好，你好。这样啊。后退一点，你的左边一点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有拍到脚跳起来。有。哎，你等我，我撑不住。刚刚是最好的，你现在都不行了、啊。好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好。你的手没有，你自己看好几张，你第一张有成功。怎样？好吗？有一点地图的玩法。好了吗？其实脚没有抬很高哎、欸，我的脚其实没有抬很高。你以为你抬很高？再来，再来，都没有哎、欸。对啊，你以为你抬很高？鞋子很重，好不好？要缩，往后缩才行哦、喔。1、2、3。但是我看不到脚那看不到脚没关系。1、2、3。
是我开的不好吧？好吧，算了，可能只是我脚抬不起来了。有人玩那个两只小板板，就是假装是雪板，但是可以咻咻咻像雪板一样的滑板。对啊。结果太阳不是很大。太阳普通大，普通小。啊？你说啥？看什么？哦，那还要等其他人弄好了。这边啊，那走哪里？你先好了，在后面。没有啊，你哪里觉得要拍照，你就停下来就对了。太阳不见了，之前是在这里拍太阳背景。太阳出来了，一点点，没了，一点点。很远哦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明天可能更大吧。哦，这里树，停！为什么？你有看到为什么吗？
就是你太朝山上倒啊，突然间那个、啊、太放松。刚刚掉了一声是什么东西？就两个软装好重。护彩。嗯。你有办法再往下一点点吗？到跟 T7 一样高平的地方。那要相机给你。好啊。不然呢？不然我带再爬回来一次吧。我也要跟着你下去啊。太阳又冒出来了。你就跟 T 一样。对啊。啊！好吗？我看0.5不大，0.5太大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你先看一下。没有，我看你要我拍什么。没有，就只是后面有那些树而已。椰丹树啊。我要看你在。是椰丹树吗？都是树，是吗？对啊。就是有一排树。啊？你要那边啊？对。重不重？是我想知道重不重。不会很重。掉了掉了。松松的。这边还在底半上。这样子就是有两个眼睛看着人吧。看不出来。不然这里好了。不行，那个太松了。要拍背影啊，这样拍背影用我的拍就可以。你为什么会往前滑？那边比较低吗？等我一下，我拿出来了。好，正准备。还好看不到太阳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拍的收收，还是要你的。还是找的。你要回吗？我不用吧。他不想滑了是吗？刚有人帮他拿着啊，前面那两个人，那一个单板的那个拿着两个，那个插着的，他填下来了，这个人放弃了。Thank you.
不是，右边是去一只来三只神，是下面的左边，接着有个岔路往右边，先走在右就对了。我们曾经走过这条路，在就是我们要坐的，但是那条路超平，你记得吗？然后走这边的话，会经过我们住的西馆，接着往右拐上缆车。这边是从右边一直努力推很远，推到最后还要往上坡上缆车，所以是走左边再往右转。我刚刚脚又不知道怎样转到，我看。咔咔一声是怎样？路往右的那个坡会稍微斜一点，看你有没有印象。好，唐松，右边，右边。这里，就这里这些一些，然后接着就没了。对，啊？当初我们刚来这里第一天，这边很多松松的，但是现在好像已经被划光了，没有。你说什么？就是那天你叫我看的影片啊，海鸥讲说这样跳。啊？海鸥讲说不需要这样跳，一定要往这样跳。哦，你是说那个叫鹤嘴滑法？嗯。还太陡。没有，就是不是在这里练，大概是
大概是刚刚从缆车下来一路你觉得轻松的地方都可以练，其实就是先练抬一只脚，或者是直接就单脚滑了这样。哎呦，棒棒棒棒棒棒！哎，还在下，小小的。蓝天，蓝天。没有。有蓝天。一小个。没有，我们这边背后也是蓝天，蓝天。很小。哎，这个到底是有在营业还是没在营业？晚餐会营业啊。哦。哎，那个不就是有付吃晚餐的人的？吃晚餐。对啊。早晚餐的大食堂，5500，五千哦，贵哦，5500。我们那也是5500啊，号称5500，但实际没加你5500吧？说的也是，我没有回去查，但是一切都高吐啦，都我打折，都只付了一半，所以也许真的加了你5500啊。我不知道，要比那个房价，要比纯住跟早晚餐。我记得我那时候一定有比过。而且是因为 go to， 所以就而且又怕出去吃危险，所以就买。对，加上 go to 超划算。但是在没有 go to 的状况下，在那里晚上要去哪里吃，确实是个好问题。不是这大家都在接啊。但是。对啊。我就一心想着我要吃那个摸子锅。那个缆车有开吧？应该都要有。观察这两三天，全山几乎都开了。然后在前天的话，好像一只还三只神没开。B
变成我们连过去的那条线没开。那怎么过去？坐公车哦。啊？但是现在好像都开了。我就是在那个公那条缆车上看到兔子。嗯。但是一开始就要退过去。那个缆车在的加速嗷嗷，实在是不怎么好加速。这里缆车是几点开？八点半。八点半。对，每天就八点半吧。七点起床一样。七点起床，自己搞早餐，吃吃吃吃吃。吃早餐很快啊，就那一个面包车汤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还要煮啊，还要穿衣服啊，还要弄隐形眼镜什么的，要准备很多。动物的痕迹。又狗了。那是人类吗？还是？刚巴士来的路上，我有看到他说小心一种动物。对。就是什么日本？日本鹿什么来着的？就是长得怪怪的一个东西，四只脚的。第一个字是鹿，第二个字是什么忘了。我这边在照太阳。啊？我这边在照太阳。一点点。不用看了，滑下去就对了，滑下去走左边，回南馆，不能再切左边，再切就跑去东馆了。
没想到那里还有一个缆车。一下一下一下，啊，我的凹下去，这里有刷刷吗？连刷子都没有，那是在那边那两根柱子上。什么都没有啊，啊，管他的，上去再说。穿过去，好了，就开了。你走的，哇，好多人啊，好多人啊。唉，先摆这，拖一拖。啊，忘了关了，可以关。可以关。